是要到站了。小鸟天堂坐落在我们新会区的马拉石桥天门前，毗邻新会中路，占地面积63万平方公里。它有自然的外表，文化的内置，是现代环保的标志，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它成为新闻媒体特别关注的地方，它曾被绘成国画，挂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它文化誉满声，形象富过社会，被制过邮票、国货。它留下了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足迹。它是发展经济、龙树效应理论的发源地。是广东率先倡导绿色生活、发展绿色经济的排头兵。最早要从小鸟天堂放成的是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上世纪50年代后期，新会县的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在全国有较高的知名度。红城的白登天、朱德武元长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友人先后来到新会视察。龟冈山和小鸟天堂也作为人口最小的著名地方，而陶铸亲临视察不远时髦，只是要强大建设力度，把小鸟天堂放为旅游景区，让更多的市民可以欣赏到小鸟天堂的美景。小鸟天堂在2011年上海世博会展门口桥，胡锦涛总书记参观世博会后时对小鸟天堂的国有事故想赞不绝口，评价陶铸属绿色生活，只是陶铸要率先倡导绿色生活，发展绿色经济。总书记的年龄更加坚定了新会人民保护好祖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信心，努力将之打造成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主题湿地公园。小鸟天堂堪称自然界的一大奇观，世间罕见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它在被发掘为景点之前一直沉寂于乡间。那么是谁最先揭开它的面纱，将它公诸于世呢？原来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33年，还不满30岁的大文豪巴金先生受新会导演邀请，广东，到新会导演。一天，他
坐船荡过山到他地方去探访梁启超旧居。经过雀墩被纵横交替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和漫天飞舞的小鸟吸引住，这里的美景让他久久不愿离开。回到上海后，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下《鸟的天堂》这篇优美的散文，从此小鸟天堂的美名不翼而飞。而小鸟天堂之所以能插上翅膀飞遍国内外声名远扬，则有赖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把巴金这篇散文编入小学语文课本里，最初编入五年级，后改为六年级，现在是四年级。也就是说，近二十年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读着这篇文章长大的。2002年，光头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陪同前汽车副总理前来视察小鸟天堂。面对独木成林的巨龙和万鸟俱居的自然景观，引发了张书记的兴趣和思考。他对这棵百年巨龙根系发达、自成一体、有极强的扩张性、有感而发地说。纵观国内外的大企业、大集团的发展历史，其发展壮大就像这棵榕树一样，不断的扩展，枝繁叶茂，不断的做大做强，甚至能够独木成林，重复不息。由此提出了榕树效应经济理论。好，那个技术呢？
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春花美人树林，就是气质不同。它是由一棵大树经过了190年，这是什么？占地面积15，覆盖面积20。经历了700年，但它依然生机勃勃。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棵独木成荫的水榕树。这棵榕树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首先，这棵榕树是横向生长的。其次，这根榕树的主干和分支都是差不多粗壮，而且全部都是根连根、枝连枝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的连在一起，没有很明显的主干。同时，枝干上有很多榕树须垂下来，这些树须学名叫气根，它是从干枝萌发出来的。暴露在大气中的固定根，有光泽的树木光芒依赖阳光吸收，借助水分和养分不断生长向下，有的垂直朝下生长，有的缠绕枝干延长。气根阶段生长点白点伸到土中，地下部分迅速从地上部分迅速长成树干，下垂气根入土生根，覆成低干形成支柱，缠绕枝干的气根，其尖端生长点伸进腐朽树皮，或遇到有刻土的树凹，或在表皮破损局部腐朽处均能生长。先长根后萌枝芽再成叶子，这许多气根粗细不一，枝干交织，像藤蔓一样共生蔓相连。这种连体生长是我们植物世界中最独特的现象，所以呢，我们现在连它的老祖宗都已经找不到了。我看文章，他说他之前干了那个政府上说多点钱，他不在经济部给工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套图就是我们最美乡村之一天马村，是新会人口最多的一条村，人口已达到1.3万人，人均寿命80岁以上，百岁老人有6位。被称为长寿村，而我们小鸟天堂就是出自天马，保存天马。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与新会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环保意识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当地的村民，几百年来，江大榕树看作风水树，江门人口看作仙鹤吉祥鸟。他们遵守按树护鸟规矩，认为上树打鸟会给天马村带来厄运。也正因为这一种纯真的思想，会把我们小鸟天堂收看管境奠定了丰厚的人文基础。真是人鸟和谐，幸福世界啊！你看那树叶上全是鸟，所以平时鸟很多。啊，呢度好多咩？嗰啲唔喐噶嗱，侧嗰度啊好多啊咧。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榕岛有40米，这岛原本是湿地，涨潮时河水涨到里面的湿地，鱼虾就流进去吃养分。退潮时，小鸟们就在浅滩吃小鱼虾，形成了一条自然的生物链。和良好的生态循环，所以我们把竹岛叫做鸟的饭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树上有很多鸟巢？这些鸟巢的幼鸟树枝多过干草，
树枝粗硬坚实，造就的巢干爽而牢固。一般说来，一平方米的树叶有两个鸟巢就已经很少见，但我们这里鸟巢密集的地方每平方米有四个，可见鸟的数量相当多。有鸟类专家说，小鸟天堂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鹭鸟孵化基地，每年从这里孵化出来的鹭鸟约有3万只，其中有不少的鹭鸟在毛长一应之后便纷飞到全省各地去，所以保护好小鸟天堂就等于保护好广东的鸟种群。栖息在我们小鸟天堂的鸟类有10几种，主要以鹭鸟为主。最常见的鹭鸟有白鹭、灰鹭、牛背鹭、池鹭等，它们常年在这里栖居、生长、繁殖、外出觅食、归来筑巢等一系列生活行为，维持了这里的生态平衡。大家知道吗？白鹭、灰鹭亲如兄弟，和平共处，轮流共为一个鸟巢，这啊就叫做白鹤能眠，灰鹤床。因为它们的生活习性刚刚相反，白鹭早出晚归，白天觅食，灰鹭晚出早归，晚上觅食。它们这样一出一归，蔚为壮观，形成自然奇观，百鸟出巢，百鸟归巢。这些小鸟主要的食物是鱼虾，而这条天马河的鱼虾非常多，但是一只鹭鸟一天就要吃掉自身重量的食物4到5两。这里有3万只鹭鞘，每天大概吃10000多斤鱼虾，所以鹭鸟们都要飞往珠海、斗门、鄞州湖等地觅食，这样一来一回就有100多公里。这次的保护升级建设，我们增加了14个岛屿，开挖了14华里水道，丰富了小鸟的食面。天生天养的小鸟为什么都喜欢来这里筑巢安居呢？对此专家们的看法是，一是这里有棵大榕树，树叶可遮风挡雨，树果可供食用，是鸟类不可多的矿泉水宝地，鸟群聚集在这里衣食无忧，当然就会乐不思蜀了。二是小鸟天堂附近河流密布，鱼塘成片，鱼虾丰盛，为以食为天的鸟类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食物资源。三是这里的环境在不断改善，家园越来越好，使鸟类不忍离开。第四当然是这里湖水好了，树大开枝，花繁叶茂，果足壮大，外扬巢穴，人寿延丰。几百年来，天马村民一直把小鸟视为他们最好的朋友，生是神鸟，人以相归，名曰保护小鸟，人与鸟亦如皆一荣共主，真是人为鸟和谐的生动写照。世界上哪能找到第二块这么好的地方呢？
1962年到小鸟天堂游来，当时也是因为和这里的独特风景，田汉先生诗兴大发，即兴吟诵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大家想不想听？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诵一遍。300年来容一张，容英十五摇千窗，并肩直许木棉树，立脚长衣天马缰。新知还以旧知壮，白客浓颜黑客床。历难经灾从不犯，人间毕竟有天堂。有事下船，期待大家。